来说，哎，没青年节，我们搞了这个羊头，不加不加，一人一种口味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要吃麻辣的。我要吃蒜香的。我要吃酱骨的。那你们要帮我一起干活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蒜头、生姜跟刨出来。OK OK， 走走走。哎呀，这些孩子，嘿嘿，想到吃羊头，这羊头啊，又便宜，做的好吃，也相当的不错。耶，这人呢？我在。他们能跑哪去？我不知道，没看到他们。哦，嘿，这帮小子不知道跑哪里玩去了。不吃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拿个脸盆过来。好。把脸盆放那里，把这个泡下去。好，上蒸笼。起泡，保鲜膜包一下。啊，上蒸笼。不要结束了，就这样切。哇呀，太热了！哇，哎，干，已经站好。烫手，来直接蒸。这么多菜啊，这个很特别啊，我要吃这个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美术还没来了，就叫美术来。哎呀，六个羊头吗？啊，你们点一下几个菜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个。六个羊头，我做了十一个菜，六个不算加工费，另外五个肯定要算加工费。可以可以可以，120岁，祝你们健健康康。嗯，我吃这个，这个麻辣的。你们刚刚都跑哪里去了？
就一个人在那帮美叔。那你多吃一点嘛。人家你躺着，我来。你多吃点。